八号是零。地震，嗯，我可以时间暂停吗，主席？质询到一半碰上余震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吓得立刻报警发言台。同一时间，在卫环委员会也有女立委被吓到花容失色。我们先暂停时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暂停一下下。啊后方国父一向狂摇，就怕砸中自己。立委陈金辉能闪多远就闪多远，因为早在开会前，主席台上方天花板灯条就砸落。好，谢谢。议事人员忙着收拾善后，但不止会议室有灾情，院长室外头天花板梁柱也被震裂，中心大楼壁砖还碎了一整块，里头水泥一览无遗，侧门外墙也出现裂缝，水泥快剥落。远景围起封锁线，就怕民众受伤。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中南部立委，因为地震困在高铁。刚刚7:59非常剧烈的摇晃之后，高铁就停驶了。今天一早北上开会，搭上高铁，到了通宵呢，摇晃得很厉害，大家吓了一大跳。担任赵伟的杨琼英因为高铁停驶，经济委员会直接停开，财政委员会也因为多数立委无法赶到而喊停，就连特地从屏东北上参加人工生殖法公听会的艺人小贤也迟到2小时。高铁赶到刹车一下下，然后又继续这样开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摇。但顺利抵达立法院的立委想进办公室也没门，因为中心大楼电梯停驶中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带着土木技师视察整个立法院，包括两部电梯。地震发生当下在开晨会的柯文哲也被捕捉到躲到桌子底下，甚至不忘手拿麦克风。该躲到桌下就躲到桌下吧。强震来袭也考验每个政治人物的紧急应变能力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邓敏君、S 教组。